出42件优良作品。这些建筑分布在台湾各地，充分发挥了雅致在绿建筑美学。台湾的绿建筑制度实施以来，每年可节约电力2.6亿度，水资源1000万公吨，相当于每年可节省7.46亿吨。而且每年可以减少17.2万公吨的二氧化碳排放，相当于减少1.3万辆的小汽车的排放量。外界层植物吸收量等于在你宿舍增加1.8万公里，对于减缓全球暖化有莫大贡献。我们就是在。